你刚才不是很横吗？不是要打吗？打呀！放手。无影，兰辰，我们走吧。好，站住！滚开！ 是我骂的你，有本事冲我来！ 是你韩光君才对，兰辰，让开！他这种白眼狼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对，就是，这种人啊，就是该杀，对，该杀。 看我那眼神，跟我欠的钱似的。蓝忘机，你竟然拦我！把面具摘了。不摘。你，我怕摘了吓死你。哎，这次没错了吧？不管，先走再说。那我们先去看看。 韩光君，你走啊！你不动我怎么动啊？你先放手。今天出门真是没看黄历呀。 不知蓝二公子此次前来，是和小辈们抢功呢，还是来寻人的？嗯。